景先生买单，阔气啊！我哥他孤家寡人的，钱留着也没用，只能挥霍弥补空虚。弟妹来了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些工地啊，最近都没有给结尾款，多亏了景琛请客，我今天才能吃两桶泡面，管个半饱。原来是你这个景先生，钱够不够？不够的话我转给你。当初说了我养你，怎么能让你连桶泡面都付不起？这十年的偶像，请宵夜包个夜，正常。不是我偶像，是阿玉的。你们是？兔兔妹妹，你别看他们三个人模狗样的，来，姐姐好好给你介绍一下。中间这位呢，是没房没车没工作，靠老婆发工资的 farmer。我面前这一位呢，是连包夜泡面都要 AA 的 loser。至于那边那位，姐，你不用浪费时间了，连合照都没有的人啊，不配拥有姓名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谁不配拥有姓名了？你自己看。切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走吧，回家吃饭。回什么回？包夜。大学毕业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活动了。不错不错，重回青春的感觉。